同学们上体育课喽！你们知道现在流行于老同学之中的球类运动是什么吗？我开始打了。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我教你那个正面的打法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一点点呢。我觉得好像要打蚊子的。有吗？有吗？哎，有。刁钻的这个球，老同学开打喽！球类运动好好玩，5月2日星期二晚上9点，请锁定原视频道。老同学，我就问。